校庆运动会，天佑介寿，代表特别对于我们所有参与的同学，你们的竞赛过程努力不懈，勇往直前，平安喜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我们明下一次43届校运再见，谢谢。对，刚刚现场正在主持会议啊，要我一定要抽空过来，所以保持 stand by。校长一通知啊，局长用不到5分钟的时间赶到现场，非常的努力。各位敬爱的老师，各位亲爱的同学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这么好的展现，尤其是这两天的天气啊，更是令人的敬佩，令人兴奋啊。那未来啊，我相信啊，届时我宣布了，尤其是这个龙华姐说啊，讲话。